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横尾阔伪装成火夫出门，岩雪武和陆达果然中计，对近在咫尺的横尾阔浑然不觉，错失一次绝佳的狙击机会。孔方为了进山，决定把自己藏身箱中，由向海音作为随身行李带入山中。孔方一行人带着孙国亮奔赴太行火车站，执行擒拿信方的任务。孔方、向海音成功避过火车站军警的注意，将信方擒拿住。独立团团部中，信方虽然佩服孔方的料事如神，但仍拒绝和孔方等人合作。这一切都被隐蔽在树上的严学武、陆达听到。严学武要击毙叛徒，陆达却不忍心，眼睁睁看小张被鬼子带走，两人也因此掉下树来，险些暴露。他们只是找不到。是否增加搜索及人手？不是人手的问题，是我们人生地不熟。我亲自带人追击之如何？有比你更有效的办法。请明示。给山外的驻军发电报，让他们派一支军犬队上山。军犬追敌于无形，让他们无处藏身。我立即安排，让军犬明天随营瓦古纳机车进山。这死闷鬼子，不知道在搞什么鬼。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先动手了，我们连同归于尽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呢？程程，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找个时间跟大家商量一下。明天早饭后吧，睡吧。此就是昨日深夜八路全路凤凰坡丢下几小饼。查到是哪家做的了吗？此乃凤凰坡草路小饼铺所售。你带人去解决一下。嘿，查清楚是谁接触的八路第二，杀一儆百。嘿。这点小饼可能收买。凤凰坡的人我都卖过烧饼，我不知道谁买的。说不知可能收买，路必死而已。你为难我一个卖烧饼的干什么？你放了我吧，我还有一家老小呢。兄弟，我错了，我错了，真的，我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我下不为例，我下不为例。谁敢在职业硬巴旅此就是下场。
这仇我记这儿了啊，走。急一急，谭厂长有事情跟大家商量。同志们，最近几天啊，我想了很多。当初团部不同意我们兵工厂这些人参战，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些技术人才。大家都是搞技术的，从五湖四海集中到了一起，为抗战出力，都不容易。可是，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事情的发展不是很乐观。第一，大家可能都无法脱身；第二，日本人已经嗅到了武器的味道，昨天的检查就是个信号。谭厂长，您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吧。我想跟敌人同归于尽。不怕，你这到底让我去干嘛？到湖里去捞机枪。捞机枪？湖里怎么会有机枪？上次虎头山战斗中有两个日本鬼子临死前扔进去的。你怎么知道？我从日本报纸上看到的。那个湖在什么地方？虎头山。你看啊，进了山之后呢，你要找到这个地方，太岁湖。湖里面有敌人的机枪，你的任务就是要把机枪捞出来。好好好。湖水很深，也很凉，我想你应该不成问题啊，放心吧，没问题。你一定要记住了啊，湖里边有两挺机枪，你只捞一挺。为啥呀？这两挺都捞上来多好。据我所知呢，特务连只剩下孔元一个人，而且兵工厂的人并不会开机枪，就算你有一百挺机枪也是没有用的。我当初留有这个火药的引信，就是担心有一天大家不能脱身的时候啊，留有一个后手。同志们，谭厂长的意思是想跟大家商议一下，同意的说同意，不同意的说不同意，最后少数服从多数，怎么样？我先表态，我同意，我也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好，我也同意，同意，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哎，国芳，那这事儿完了以后，我就能吹牛说我打过日本鬼子了吧？当然，这个事儿完了以后，你是真正打过鬼子的人，你的事迹会广为流传，你会成为太行真正的英雄。哎，英雄好，这当了英雄就不愁找媳妇儿了。厂长，嗯，隔壁车间的同志我们联系不上，怎么征求他们的意见？还是说我们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了？这个，啊，大家看呐，谭厂长，事件紧急，我觉得来不及跟他们商量了。从道义上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他们商量一下，否则他们就是稀里糊涂的给我们陪葬了。这个时候了，什么陪葬不陪葬，都是为国捐躯。那也不能不明不白的让人家为国捐躯啊。就是。好好好，大家不要争了。嗯，我再想想啊，我再想想。哎，这头怕不怕水啊？我可得下水啊。不怕，这是用油纸画的。对了，你一定要记清楚，捞完机枪以后呢，一定在湖边等我，不能乱跑，我会来找你。啊，记住吗？哎，你就没什么嘱咐我的吗？当然有，有三点你一定要记住：一，煤机关的负责人
是日军少将营佐真昭；二，他是横尾阔日本陆军大学35期的同班同学；三，营佐真昭患有肺结核。你怎么知道的？我是从读卖新闻的一条医院的广告中看到的，广告中说他们免费为日军的军官治疗肺结核，其中就有营佐真昭，你一定要记住了。嗯。信息量越大，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多。谭厂长，事态紧急，您必须尽快做出决断。好。同志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啊，不可能说这面面俱到，所以我决定不再征求他们的意见。刚才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和鬼子同归于尽。瓦格纳下午到。下午到之。趁上午，我们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武器。昨天的搜查没有结果。昨天没有，不代表今天没有。嘿，将军，请吩咐。那个八路军的连长孔元，在他们当中还有些威信，我们利用他来找到武器。请明示。中国有句话，以人为本。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以人为本。哎，但是我们不能白白的牺牲，一定要想办法给日本人造成最大的伤亡。所以啊，我们要想一个办法，等横尾阔进来的时候再点燃引信。厂长，嗯，我们没有火种啊。哦，对啊，谁会取火？我会。你会取火？有把握吗？我们家是做炮仗的，啥地方都会取火。找个时间多试几次，一定要做得万无一失。好啊。马上出去，山东沟集合。轻易开枪啊！最好等那天晚上那大官出来。他要是不出来呢？不出来就等啊！我相信那老乌龟会冒头，不能为这些小虾米浪费子弹。没错，我想的和你一样。哼！厂长，鬼子是要干什么呀？沉住气。孔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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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连长。
诸位，此事何人？入门都认识。他只是川中覆没之孔连长。今天请他出来跟入门见面，协商，让入门决定他是生死大事。如果入门说出去埋葬地点，孔连长之命略有善意。若入门得不到满意之答案。 打死这个指挥官，连长就没命了。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呀？我可以借位打死一个士兵。咋借位啊？你看，咱们现在是面向南冲着他们。啊，如果有一个士兵转头，我可以打他的右太阳穴，这样他们检查尸体的时候，就认为枪手的位置是在西边，从西边打过来的，咱就暴露不了，明白吗？按常规，我给入门，是个数字时刻。 别跑！他们会开枪的，远的不要动，不要动，将军。 八路军时，两名士兵战死。子弹从什么地方打出来的？从墙洞的西侧，我们进行了全面搜索。那个人站在你身边吗？我也差点被他击中。你讲话了？为什么他不打你呢？ 那是什么意思？这个狙击手知道你的职位比他高，他为什么不打你呢？他不打一个职位高的人，却打一个小卒子，是不是我所占的位置关系？死的都是站位好的。 此事大有蹊跷啊！军犬今天能到吗？哎，那好，等军犬来吧。狙击手的末日快到了。是不是继续搜索他们？哦，你回去洗洗脸，换身衣服，马上出山，替我去接瓦格纳。按照合同的规定，应该将军亲自去迎接。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我能出去接他吗？
不用。所以你无论如何要把瓦格纳给我接到山洞来。那将军就留在山洞吧。我以为没有抓到狙击手之前，我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安全。哎，明白。孔老师，哎，那我和大河先走了。好，大河，多小心啊！放心，走对不起，先生，你叫错人了。我叫信芳，不叫海英。不管你叫海英还是信芳，都别害怕，咱们山里见。你醒了、啊，你都对我做什么了？我啥也没干啊！臭流氓！站团长呗，你也不能撞我酸饼吧？活该！哎，你绑架了吗？放开！我见你们团长，我要见你们团长！去找团长去。怎么了你？站住！干什么的？我是你们请来的翻译，信芳。将军。信芳少爷，欢迎你。我是捍卫将军及副官，我叫唐山。
我代表他来迎接你们。瓦古纳教授还没到，莫曼殊在乎一下他。没问题，我可以把我的箱子先搬到你们车上去吗？当然可以。 藤山先生，我从小爹妈去世的早，自己又没成一个家，四海为家的，走到哪里都得带着全部家当。很抱歉，如果你们山上觉得我不能带这么多行李的话。 我再想办法扔掉一些。新房小姐，这倒不必。我很同情您的身世，您的心里没有问题，可以带进山里。快搬吧。不必。让他们走出去，搬东西由我们自己几人来干。啊。 我付给他们钱了，这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别人上我们机车。可是，他们是下人。下人也不行。喂，你们咋过来？我不欠你们钱了吧？不欠，不欠。你们快走吧。 なんで小心。轻一些，轻一点。荷物のことは心配いません。私たち任せてください。それより私はドイツ語ができないので、あなたがいないと困ります。ここで一緒にワグナーさんを待ちましょう。 信芳小姐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你怎么这么无礼啊？团长，不是我无礼，是她先无礼的。松绑。滚开！别碰我，换个人来。你，别人都没工夫，在忙着呢。小孙，松绑。 新芳小姐，我听说你在找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就想问一下杨团长，你们八路军对待奸淫妇女的官兵到底都怎么处理？枪毙。枪毙，好，他欺负我了。你血口喷人，团长，我。新芳小姐，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我了解我的战士，这种事儿不可能发生。 可是我有证据，你说说看。他正在欺负我的时候，刚好我醒了。团长，没有的事儿。你承不承认？刚才你确实是在摸我的脸。我那是在试探你死没死。对呀，如果你不是欺负我，怎么就怕我死了呢？是，但是我……杨团长，是让我醒的时候，他正趴在我身上，手在摸我的脸。被我发现以后，他还说。
只要我不说出去，他就偷偷把我放了。团长，他的话您可不能信，他可是个特务。我是个特务，可我最起码是个女人吧。我希望杨团长能够秉公处理。雪芳小姐，这么办啊？你先好好休息，我一定会认真查清此事，给你个答复，好吧？张先生，我们还要等多久啊？山上有蚊子。蚊子？或许有之，吾每注意。为何问蚊子？哦，不好意思，我看你耳朵上有血。是吗？我以为是蚊子咬的。信芳小姐，让你见小姨。老罗，我觉得今儿咱们可能有机会。你看警戒的人多了，没准那老乌龟得出来了。老天保佑，赶紧干掉他们。咱们缴获的鬼子粮食不多。荷物を下ろして中に運べ。はい。じゃあワグナーさん、どうぞ。Herr Wagner, bitte schön. Wo ist euer General? 将官はどこですか？将軍は中の司令室であなたのお越しを待っています。Unser General wird Sie in der Berghöhle willkommen heißen.War weder in Hushokui noch in Huangfangpo. 大変失礼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Warum kommt er nicht einmal jetzt aus seiner Höhle heraus? あなたたちの将軍が出ない。Ich will jetzt euren obersten Befehlshaber sehen. Holt euren verdammten General. 絶対に入らないから。もうすぐそこですよ。Herr Wagner, es sind 中でお話しするというのはどうでしょうか。Können wir jetzt hineingehen und dann darüber reden? Nein. Ihr habt einen Vertrag mit mir geschlossen. いえ、契約があります。Es ist sehr unhöflich, wenn ihr den Vertrag mir gegenüber nicht einhaltet. 契約で将軍殿が帰ることになった。Wenn er nicht aus seiner Höhle herauskommt, gehe ich auch nicht hinein.入りませ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中で将軍と話します。Warten Sie bitte hier draußen. Ich melde Sie dem General.Frau Xinfang? Bitte nennen Sie mich nicht Frau Xinfang. Sie können mich mit Xinfang ansprechen. Bitte keine Förmlichkeiten. In Ordnung. Frau Xinfang, schauen Sie sich Filme aus Hollywood an? Da gibt es einige. Was ist Ihr Lieblingsschauspieler? Billy Davis. Ja.
Sie haben einen guten Geschmack, aber ich mag Vivien Lee noch etwas mehr. 我看像一个德国鬼子。那德国鬼子看来是个重要人物啊。他旁边那个女的应该是个翻译。老罗，你能不能借个位，把那女的给崩了？借不了。我要借位置，能借那个女的。你说那女的？ 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应该是个日本人。那就崩了他，两边的鬼子就拉不上话了。行，就这么干。 Können Sie sich vorstellen, warum ich mit Ihnen über Hollywood-Filme spreche? Ich weiß nicht. Die Verträge mit den Schauspielern in Hollywood, die sind so dick. Da steht ganz genau darin, sogar welches Wasser sie trinken werden. Alles ist ganz streng geregelt und protokolliert. Ist Ihr Vertrag mit denen denn genau so dick? Ja, auch ich habe mit denen da einen Vertrag abgeschlossen, der genauso streng, so strenge Regeln hat. Aber die Japaner scheinen sich nicht an den Vertrag zu halten. Und das macht mich sehr wütend. Herr Wagner, ich glaube, Sie sollten mit den Japanern nachher darüber reden. Erst einmal, kommen wir doch erst einmal zur Ruhe. Nein, nein. Der General, er hat heute Bauchweh. Nein, die Verträge müssen genauso eingehalten werden, wie es abgeschlossen war. In Deutschland halten wir uns an unsere Verträge. Sie sind der Chef.我们警戒的非常严密，你为什么决定不去接他？我本来是想去，眼皮老跳，我不去了。瓦格纳见机要你接他，我预感瓦格纳是个财迷，你把他请进来，我给他双倍的违约金。嘿。 Shinfang, wenn wir einmal die Zeit dafür haben, werde ich dir auch noch beibringen, Fahrrad zu fahren. Ich habe es damals in Deutschland schon versucht, aber es hat nicht geklappt. Wenn Sie mir Fahrradfahren beibringen, kann ich Ihnen Chinesisch Unterricht geben. Wagner-san, 将軍は違約金を倍払うと言っています. Herr Wagner, unser General will Ihnen die doppelte Vertragsstrafe zahlen. Er will mir zwar das Geld zahlen, aber immer noch nicht herauskommen. Sagen Sie ihm das nicht. In Ordnung. 皆さん、少し休んでください。10分後に迎えに行きますんで、将軍に会いに行きましょう。Tengshan wird uns zu unseren Zimmern begleiten.
出来的？你以为这里边好待啊？后面那块板是活的，也可以出来的。那万一他们来了怎么办？我在这看着呢，如果他们来了，我再进去。嗯，对了，现在什么情况？有好消息，有两个战士还活着，他们现在在虎头山打游击呢。哦，这么说，今天那个警犬是冲着他们来的，这是一个变动指数，大河可能有危险。为什么？你看，这两个战士可以对付这条狗，因为他们至少还有枪。在来的路上，这条狗已经闻到了大河的气息，如果他直接先追大河的话，那大河一定跑不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未必能碰到龚大河。100%可以碰到。那可怎么办呀？在最坏的事情没有到来之前，坚持到最后一刻。将军，他是瓦格纳教授，这就是翻译新方小姐，这就是瓦格纳教授的助手保罗，三位，这就是我们刘团长韩卫将军。Das ist der General.瓦格纳先生，信芳小姐，保罗先生，欢迎。Der General heißt uns willkommen. General, wir sind Ihre Bauchschmerzen. 教授说，人到中年了，请保养你的肚子，不能让它发福。瓦格纳教授很幽默啊，请坐。Es geht ihm wieder besser. Setzen Sie sich. 瓦格纳教授，前期工作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Wir haben alles vorbereitet. 神经性气体的研究需要多长时间 ？Wie lange dauert die Entwicklung des Nervengases? Ungefähr einen Monat, wenn alle Geräte und Materialien, die ich brauche, auch ordentlich hergerichtet sind. 如果你们把原料和他所需要的仪器都准备好了的话，一个月左右。那好，一会儿我请你吃饭，今天好好睡一觉，明天开始工作。Wir können heute Abend ein wenig ausruhen und gut schlafen. Morgen starten wir die Arbeit. Nein, Frau Schönfang. Bitte sagen Sie dem General, erst muss er das, die Vertragsstrafe auf mein Konto überweisen. Vorher werde ich nicht arbeiten. 教授说，如果你们不把违约金立刻汇到他账户的话，他不会开始工作。好，我马上吩咐人去办。Der General sagt, das wird sofort arrangiert.信芳那事儿，你怎么处理？她可是一个女特务啊，她的话您不能信啊。你什么意思？我说，她是个女特务，您怎么能信她的话呢？是吧？对呀，女特务说的话我怎么能信呢？还是团长英明。我跟你说，这个信芳啊，是被人摸过，但不是你，是那个向老师。信芳她心里明明白白的。哎，那她为啥诬陷我？他诬陷你好为了他逃跑啊，他很清楚你看着他，他跑不了。团长，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这点小伎俩我再不知道，我团长就甭当了。哎，
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那您准备怎么办啊？我派部队已经把这房子围了，他跑不了。但有一点啊，如果团里有临时的战斗任务，还得你去看他啊。团长放心，只要您相信我，我保证看住他。嗯，哎哎，我不相信你，你就看不住他是吧？不是那意思，必须给我看好了。现了，ついてこい。大河，鬼子追过来了。 得来点硬的了，硬的好，早该来硬的了。走。
你这是想怎么着？我藏，这怎么藏啊？藏两个人藏不住，藏一个人藏得住。你啥意思啊？大河，我只能送你到这了。你记着，沿着这道山坡直行，发现一条小溪，就跟着水往下走，就看见太岁湖了。哎，找着水我倒是活了，那你呢？ 我的灯鬼子来把他们引开，否则他们阴魂不散。你屁股后边挂着一溜鬼子，你跑得掉吗你？路手跑得掉。大哥，你知道我叫什么吗？不知道啊。我叫黄志坚。我爹在凤凰坡开铁匠铺，人称黄老铁。他那铁匠铺。 巴格纳教授，我敬你。我们两个人联手合作，一定能够改变整个远东战局。 Ich trinke auf Sie. Unsere Zusammenarbeit wird die Kriegslage sicher komplett verändern. General, ich bin nicht hier gekommen, um die Kriegslage zu verändern. Ich will nur Geld verdienen und es geht um ein Geschäft, genauso wie in Hollywood. 他没有兴趣改变什么远东战局，他只是出来挣钱，就像好莱坞的明星参加商业活动一样。不管什么，祝我们成功。 Wie auch immer, auf den Erfolg. 今天酒就喝到这儿吧，他想跟你玩一个游戏。Sie, sie hat einen sehr großen Koffer. Frau Schenfang, du übersetzt jetzt Wort für Wort, was ich dir sage, oder ich werde es ihm aufmalen.
将军，教授说我有一个大箱子。那你？ Sie sollen erraten, was sie in ihrer großen Kiste hat, die in ihrem Zimmer steht. 他让您猜我的箱子里面有什么？为什么让我猜一个女人的箱子？ Warum sollte ich den Kofferinhalt einer Frau erraten? Weil ich glaube, dass sie etwas in der Kiste hat, von dem sie nicht will, dass ich es sehe. 他认为我的箱子里面有好玩的东西。不知道瓦格纳教授玩的是什么游戏。Professor, sind Sie müde? Vielleicht sollen wir morgen weiterspielen. Chen Fan, zeig uns deine Kiste. Oder traust du dich nicht, uns den Weg zu zeigen? Du weißt genau, dass uns nichts davon abhalten kann, in deine Kiste zu schauen. Professor Wagner, was meinen Sie? Das kannst du am besten beurteilen, ob das lustig ist. Traust du dich nicht, uns den Weg dorthin zu zeigen? Du weißt genau, dass uns nichts davon abhalten kann, in deine Kiste zu schauen. Was glauben Sie denn, ist in meiner Kiste? Ich beantworte keine Fragen, die ich gleich selbst beantworten kann. Bitte schön. Kann ich Ihnen helfen? Der neue Schlüssel, er klemmt. Herr Wagner, wollten Sie etwa nicht die Kleider sehen? Es sind nur Frauenkleider. Warum nehmen Sie eine so große Kiste mit, wenn es nur Frauenkleider sind? Das will ich Ihnen nicht erzählen. In Ordnung?